是的。但是凯比较好的就是因为他自己有这个大，你有时候很难在他开大的时候把他打死。是的，比较肉。那鲁班信号好像更多都是拿出来去打你的凯，因为后期的爆发高。这局不好说呀，摸不透，主要是效果想象不出来。KSG 首先他打团，他不会选择一股脑冲进去，因为他一定要拉扯到你庄周的血线低或者大招交了之后，他拿了个桑起就是不想跟你打一波团的。那首先就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被一曲拉到关键点，因为如果一曲拉到，假设拉到一诺或者像效应就后排，庄周大肯定是要给的。对，要给。但你给完之后，凯跟关羽再进来你就难受了。是的，那一波可能就要稍微退一下。是的，等一手。就是他们这把探视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前排是夏侯惇，夏侯惇是能用大招霸体规避掉西施的拉的，还有庄周这两个点，如果探好视野后排不被拉就好打多了。没错，好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艾姬加油，艾姬加油，艾姬加油，为梦而战，长梦不负，为梦而战，长梦不负，为梦而战，长梦不负。好的，进入比赛，来到双方第三局，蓝色方成都机场会，红色方苏州 KSG， 然后要被黏住，打很多血，互换了一点血吧。三起的话，其实不是很怕跟你换血的，血对，那自己能回。哇，这个让梦回王主荣要 S 一，回那么早吗？真的，王主荣刚出的时候射手就这两个，鲁班信号，别的根本就出不了场。这里直接开始反蓝了，游惩戒感觉打得掉了，拍。沉掉，差一点，差一点，桑起拿到了，这个失误不应该啊！这里效应还要被打个闪现，这是白给的蓝，因为他出的是血石宝石，他没有出打野刀，所以他没有算好那个血量，差一点点，109。那也是你出什么，这个也该是你的，只是他自己，但是失误是失误在这个点，他算血量好，对，但是这个蓝真的就是应该随便拿走了，对，这边确实没有，这个蓝应该是随便拿的，没有办法跟你抢。这一下对于 KSG 来讲惊喜。其实现在 KSG 这个阵容整体的话会打得比较顺畅了，因为两条路中下都可以跟你随便换血，而且桑起还拿了个蓝。对，那难受的是谁？难受的是婉欣啊，婉欣没有蓝的凯嘛。对，大招前面也很久，已经到四了，但是蓝量已经不够了。凡是往好的方面想，就是这个蓝最起码没被拿走。对他来说是，但是在 AG 的角度就是反正你凯拿不到蓝，给谁我都一样。是的，这里 KSG 下路来了，开始给压力了。这把其实一曲是不太好发挥的，到后面抱起团来，夏侯惇跟庄周能把这西施克死，这是真的。但其实我觉得这盘其实一曲的话会稍微可能会更偏向一点输出装了。对，痛苦面具、日暮之流拉是不好拉的。对，夏侯惇反应快的话，大招交得快，你也拉不回来。你要是纯工具人的话，其实收益不大。是的，因为你拉不回来，你只能补输出嘛。他要不就是什么，就是那种闪拉直接拉后排，对，那还是装出一个大接了。对，但是你把他大逼出来，关羽就有机会了嘛。对，他的操作空间就有了。是的，因为拉前排是没有用的。这把的易安跟艾斯必须把视野探得非常好，但是这里感觉 KSG 下路组合其实还是没有开始凶起来呀。桑起没有特别快的往下路跑，对，他也没有连，其实基本上大概率都是一个一打一的，但是鲁班七号也能牵线。其实狄仁杰这里的话可以换血，可以换得更凶。黄牌给大了，直接开打，庄周给大了。就这样子换血的话，其实一诺挺难受的。对，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回复能力，换不过。这波关羽也来了，这里很聪明，直接走了，没掉到。对，那就跟上局比较像，就是庄周在线上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英雄确实，除非那个大招抢回来了，抢回来了。这里直接就开始拿红了吗？一怒拿了对线舒服一点，就可以稍微打一下对拼了。就换血的时候确实不会太亏了。是的，虽然说没有回复能力，但是伤害加了很多。两边都是护甲鞋，那庄周的蓝量是不够了，这波可能要考虑回家。这英雄其实还挺费蓝的，他只要一直频繁的用一技能去消耗，然后二技能贴到你的时候放一下，那就真的蓝不够了。那个二技能还稍微好一点，一技能是蓝耗真的高。对，这波其实还没有看到 KSG 这边往野区打。他们你发现没，就是像路西法说的一样，他们喜欢起中期节奏，他不喜欢起前期节奏。哎，这其实也蛮厉害的，就是你前期不起节奏，中期能起来也是一种本事。你能稳到中期，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一般中期节奏是前期节奏转换过来的。但是 AG 这边就想要拖一诺的这个点，他至少成型一两件套能踩。这把选这个阵容了，
你就啥也别想，先等大哥发育一会儿。对对，反正线是能守的，有昭君在。对，对 ，AG 的这个阵容没什么进攻压力，闪现给拉招了，拉开距离，一个冰冻没动到，吃了个导弹，再吃个被动，差一点点。来了，小 A 过来回血了，有桑奇撒闪，再拍一下两个起飞跟输出，一血到手，鲁班七号拿到非常舒服，回头先把塔点了。想着赶快点了之后方便队友撤退，一诺反应速度非常快，哎，冻住了，冻住之后再给一个导弹，还能继续追着点。关羽被宫本盯到了，都过不来，这也是挺难说的。对，这波支援来的真快，但是这波是想要进野区的，可以顺势反一个蓝，但好多层。现在开始你不进我野区，我来进你野区了，已经。这 KSG 永远都是这么被动，在前期。其实这个阵容怎么看都是他们想往野区钻的。对，他如果是军事到中期，那确实 KSG 中期有的一打。但如果你是逆风，现在尤其是一诺这个点先开了，对，那他就很难受。一诺刚才很聪明，他拿了第一个人头之后，一看对面追过来，转身去点那个一塔，赶快把塔拆了，不然撤不走。对，末世小九。KSG 就是他这，我觉得他得在前期上再稍微下点功夫。现在如果 KSG 想打的话，最好就是避开庄周，然后让靠西斯去拉。很明显的，庄周一直在正面，好像很难去避开他。他要避开庄周的话，他得先去给鲁班压力，对，把庄周逼到鲁班那儿去，把那个庄周逼到鲁班那边去。然后其实宫本在上路一个人也没什么压力，这盘。对，西法刚刚也是提到小西施王上线。单机局真的很难发挥，得看一看他怎么去操作了。以前打大西施王也是用这个东西打的，确实，这个是机制可知，跟操作没关系。这里中路直接开始压制了，一个大招分路，感觉有点只能退。又冻着了，但是打不动，有大招了还是不太怕的。这个东西可怕就可怕在现在的鲁班装备还差很多，还有装备起来 了，那就不一定了，凯就没用了。主要是凯进场他很容易被限制，王道君一个洞。那么艾斯的庄周这个大招你都逼不出来，又有点被动了 ，KSG 又被动了。对，第三把，哎，这里掉刀了，掉刀了，庄周七号在。哇，这个一曲这波立了大功。是的，啊，正好庄周不在旁边，他庄周回去可能是因为上波蓝用的比较多了。这里关羽来了，被他挡了。那其实庄周不在的时候要小心的。是的，你也知道他小西施王嘛，而且一曲这波还没有交闪现去开的你。这波其实 AD 有点伤。如果想要玩这波中线，然后继续反弹蓝区的，是的。但这波中路掉了节奏之后 ，KSG 其实就已经把节奏可以稳下来了。KSG 其实每一场每局都是这样，就是前期不顺，中期看能不能抓到机会，对，然后把节奏拿回来。这里又来了，掉到王昭君了，拉回来，一曲闪现自己也要交，侧面下路大闪留住。哎，四大到这个，哦，关羽一刀斩掉笑影，凯压进来往前走，压的是依然的位置，小九直接点很痛，敌人接受末世的，但这时候凯一诺有点打不动的，拉走，现在装备还不够，但是未央这一波很舒服，上路线带了，还反了一组小野，对，两组，未央的经济已经到了5500块，他还没有急着参与团战，是对的，其实他是要多刷一点，未央的常规赛。他的数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场均助攻跟参团率比一般的打野高太多。来了，未央来了，一刀斩下来，一个反顶，被集火了，瞬间秒，连小 A 的拍都直接盯着他，都没有拍自己家 C 位。是的，但是其实他这波是有点着急了。其实绕后点要正面，一旦是往前压的时候，他会更好绕。但这个死就很伤啊，刷了半天，刷了半天，野区要被 KSG 进了。像 KSG 的节奏的话，就可以很平稳的，就正常直接就开始平推了。对，毕竟有个三起。好在这个蓝是被一诺给抢回来了。他现在是需要把桑奇加凯的这个组合发挥出来，对，就是趁着你能扛的时候使劲往前顶。对，因为凯这英雄漏装出来之后，就是中期那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强，特别无敌。但等到后期鲁班神装了，其实就扛不住了。只要鲁班碎星锤出来之后的话，就扛不太住。对，但 KSG 现在跟你打架一点都不怕呀，很聪明啊，就可以直接找你打架的，强行挤过来。但是王洛军一个大招隔断了，中的位置很好，夏侯惇拍了一手，把小 A 拍起来。少颖这个大招的位置放得好，对，拦着你不让过来位置。但是凯也可以看得见啊，他一个人在前面扛了很久很久。是的，中一塔掉了，磨掉了。还是开团能力啊，西施如果被限制了还是不好开。是的，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盘如果是在中路打的话，阿哲他绕后其实没有那么好绕的。地形比较限制他的绕后。九 AG 的团战理想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在你西施拉不了人的前提下，凯如果顶上来，王昭君的大招直接甩到凯的背后，
然后夏侯惇直接打后排，跟不了输出了。对，就把你的团战分割开来。对 ，KSG 怎么处理？他现在有点平推的意思，他也不想着急跟你说开团打架什么的，就正面的开始磨。这个鲁班七号始终是插在他们心上的一根刺。对，就是没这个鲁班解决，拖也就拖一拖吧。是的，就有进攻压力的。但是其实现在 KSG 最好的方式就是，还是得一定得让西斯先拉，拉不到的话，最好就不要硬冲了。狄仁杰出的什么冰霜长矛？法球流，这里往前一个人直接砍着两个，这两个人拿他没办法，根本打不动。摁反野区，这蓝板我砍没大招的话，可能有机会可以考虑拉到了。夏侯惇也不怕，惩掉，就拿 buff。哎，但我总觉得这局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是的。我感觉几个英雄，就什么后羿、鲁班、黄忠这种英雄，有奇迹，后期跟个鬼一样，真的，你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情来。鲁班的话还差200块钱就碎金锤了。真神啊，碎金锤已经出了，现在可以看一下鲁班的伤害了，试试看，还得去测一下。对，不用测肯定疼，就进去试试看能不能回来。但狄仁杰的伤害也是很高的。对，狄仁杰是有张黄牌。对，而且你宫本切狄仁杰也切不了了呀，他这个法球流的出装就直接限制了你切他的想法了。他也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是法球流的话，黄牌定到很难，但是一个大招有霸体走了。阿泽的位置，龙还没脱，阿泽这位置有点刁钻啊，可以绕了。龙能吃下来不？小九吃下来，回头追着反点，宫本武藏进来，强加对方一开，冠宇这边进来找三个人，或者再一点点，龙的七号还有一刀闪现条的位置没有被骗掉，二连击破，关键切 C， 他关键时刻勒了一下马，你知道吗？对，他那一瞬间两个人闪现的瞬间，他等了一秒，他知道你要闪现了，对。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看到两个人即将闪现，瞬间在马上要撞的一瞬间停了半秒钟，但是只剩艾斯一个人，非常的细节。但这波感觉十最快复活是感觉一波不了，这个高地三秒钟的时间要拼吗？来不及吧，兵线进来了，但这波拆塔就赢了，能来得及吗？拆能来得及吗？宫本武藏直接拆个兵线，拆掉了，恭喜苏州